在哪啊？走。哎，这有打呼噜的声音。往这走、嗯。那么勇敢的带着我往前走。这是个什么？我真的不想往前走。这也不太想往前走。哎，大老师，大老师，大老师是谁？你往前走，大老师。自居老师这个人多讨厌。然后那我在哪儿呢？啊，换队伍了，换队伍了，换队伍了。哟。哦，是个床。是个还有枕头。走了啊，走了啊。哎呀，不想走这么窄的地方。走啊！往哪儿走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的母鸡呀、啊！你走啊！你走、啊！哎呦呦！找人，找人！谁的？是不是有人？这是一宿舍。什么呀？哪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走了啊，走了啊。这边好多灵呢，你们小心点。来了，这儿。我们只要不踩到灵就可以了。不踩到灵就行。哎，不是，这地方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我们溜边走，可能就踩到这人了。去哪儿啊？这死路一条。左边是不是可以、啊？左边。没有不行，是墙。哎，上面有楼梯，你看灯旁边。哦，左边楼梯啊，不是吧？走吧，上去吧。我等会儿你啊。前面是个人。假的。这人还挺管。前方有路吗，大老师？有路，我觉得人生的路要靠我们自个儿走。走吧，可以爬。这是真人。走啊，我踩着他怎么办啊？我过去了。好。哎，那少年你快过来啊。这边是头还是这边是头？这边是头，因为我摸到这边是腿啊。摸是真人吗？咦，是人，有腿毛，我摸着腿毛了。刚才这个假人没有毛，上面有腿毛，上面有血管。要不要走啊？来吧，走吧。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着呢？现在又卡住了。上这门能开吗？开不开？开不开？这边也走不了。哎呀，这边走开开不开？没有路啊？不对，我们这边被封住了。
是不是这条路啊？是这边吗？哦，可能是这条路，这条路，这条路。那你走第二个吧。我不 BBQ 了吗？我第二个。走吧。哎呀。来，松松，别下来，别下来。哦，我这边好多铃铛，你们小心点。就是我头上就在这个地方特别多铃铛，你们要匍匐过去。我全是铃铛。一定要匍匐。可是我得等。老师不会吓我吧 ？OK 的。好多铃铛，哎，一定要趴着走，一定要趴着走。哦，这有铃铛啊。好。腰子在这里，腰子在这里。啊，这声音。来了。